摩托罗拉 Razr 真机图曝光，搭载骁龙710，采用京东方折叠屏。此前就有信息显示，摩托罗拉将发布一款折叠机 Razr， 其采用了上下折叠的设计。近日，有微博博主放出了一张疑似摩托罗拉 Razr 可折叠手机的真机图。从曝光的图片可以看到，摩托罗拉 Razr 在机身的中部拥有一个折叠部件，在顶部还设置边框，以放置相关传感器和摄像头。另外， XDA Developers 的总编辑在社交网站上分享了摩托罗拉 Razr 的相关配置信息。从放出的信息显示，摩托罗拉 Razr 拥有一块由京东方生产的 6.20 英寸，分辨率为2142x876的折叠屏，而在背部，Razr 还拥有一块 2.69 英寸，分辨率为800x600的屏幕。配置上，摩托罗拉 Razr 搭载骁龙710处理器，拥有1/4 GB 内存，配备64x128 GB 闪存，内置一块2510毫安时电池。